本栏目由康维他特约赞助播出。From the resin of the tree to the hive of the honeybee, nature has created a powerful immunity product. At Comvita, we've pioneered a quality standard which we've called PFL. This mark guarantees the potency of our propolis products. Every dose contains an optimal level of bioflavonoids and other complex antioxidants.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我是裴涵。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奥克兰铁路工人罢工，城市交通基本正常，澳洲禁止境外政治捐款，新西兰被敦促效仿。今天新闻中我们还将关注到奥克兰开征燃油附加税，汉密尔顿紧随其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奥克兰铁路工人要在今天罢工的消息让很多上班族深感担忧，然而现实状况要比想象中好很多。奥克兰交通部门的官员表示，尽管今天铁路工人罢工，奥克兰各主要交通干道的交通压力较以往周五的水平要高，但仍然低于工作日的平均水平。今天上午7:30左右 ，NCTA 的交通摄像机显示，交通拥挤程度加剧。南部高速公路的司机报告，北向车道的交通拥堵状况明显比平时要重。一些通勤者报告说，看到公交站台上站满了等车的人，而经过的公交车已经满载。不过，奥克兰交通局和新西兰交通局报告表示，奥克兰的通勤车队应对正常，在大部分公交车上都有足够的座位。AT 的发言人 Mark Hanna 表示， NCTA 的信息显示，高速公路的车流比周五的平均水平高出 6%， 这意味着交通繁忙程度只与普通工作日相当，甚至略轻，因为周五传统上是交通最不繁忙的一天，而今天整个交通网络要比平常安静，这表明人们已经听取了关于罢工的建议，并且提前做好了计划。去年奥克兰市议会首次公众意见调查的结果曾在市长选举时招致批评，当时只有19%的人表示满意，只有17%的人相信市议会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尽管与一年前相比略有上升，但只有20%的奥克兰人对现在的市议会有信心，距离2019年达到50%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去年当时还是市长竞选人的菲尔·高夫表示，对市议会有信心的人还不到1/5，可谓失败。市议会整体表现的满意度处于最低点。在很多人看来，市议会是一个臃肿笨重的官僚机构，一方面忽视奥克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主导地税和负债的高涨。现在一份关于奥克兰市议会内部组织风险的新报告表示，对市议会的信心和信任双双上升到20%，但在新的市议会面临的组织风险清单中，信任和信心是众多被评定为高风险的项目之一。如何处理信任和信心水平走低，似乎是市议会内部的一个棘手问题。沟通和参与部门是最新风险报告中信任信心表现最为集中的部门。一份最近针对市议会集团的沟通和参与工作的投入产出绩效评估发现，该部门存在大量的成本削减和改善空间。他建议在今后接下来的2年时间当中，每年削减集团4650万纽币支出的5%。该建议没有得到议员的支持。该报告指出 ，FY18 可用的沟通和参与预算将减少影响整个工作计划的交付情况，会给信任和信心造成重大风险。媒体好感度继续朝积极方向发展，市长 Phil Goff 仍然是主要的发言人。奥克兰市议会并不是唯一一家在信任和信心问题上得到差评的公共机构。维多利亚大学在2016年发起了一次对正式机构的信任调查，只有12%的受访者表示对地方政府有完全很多的信任，44%的受访者则信任度不高或毫无信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近日宣布，澳洲将禁止海外政治捐款，以防外国势力企图干预澳洲内政。有学者建议，新西兰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采取相似的措施。特恩布尔在首都堪培拉告诉记者，外国势力正在以前所未见的日益先进的方式企图影响澳洲乃至世界的政治进程。
包括澳洲和新西兰在内的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允许海外人士捐款给国内的政党，但英国、美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都禁止海外政治捐款。对于这一问题，新西兰主管情报机构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和国家通讯安全局的内阁部长 Andrew Little 拒绝接受采访。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新西兰情报机构的工作感到满意，认为他们有能力对包括来自境外的威胁进行监控的能力。坎特伯雷大学教授 M. Mary Brandy 认为，新上台的工党政府需要细致研究澳大利亚当局新出台的政策，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他表示，新西兰的政治捐款规则应该彻底改革。目前 83% 的国家党捐款和 81% 的工党捐款都是匿名，这种情况极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在奥克兰开征燃油附加税引发争议后，汉密尔顿也有可能加入征收燃油附加税的行列，而征收费用的幅度甚至更大，达到每升11.5纽芬。这一计划如果落实，此举将每年为汉密尔顿市议会带来1000万纽币的收入。自从听说奥克兰以外的地区也可以开征燃油附加税后，汉密尔顿市议会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地方政府部长 Nanania 此前就曾经表示，为保证地税的可负担性，他不会排除开征地方税的可能性。本周二，汉密尔顿市议会闭门讨论了开征燃油税的可能性。第二天，市议会议员授权市长 Andrew King 和首席执行官 Richard Briggs 向中央政府提出开征燃油税的要求。政府此前曾经表示，奥克兰的燃油附加税应在2018年7月1日前实施。汉密尔顿市议会的目标是与奥克兰同时开征，或比奥克兰稍晚一点。King 表示，他已经尽其所能地与政府交谈。Richard Briggs 则表示，如果燃油附加税能够带来1000万纽币的收入，市长提议的地税上涨幅度可能会从 15.5% 下降到 9%。汉密尔顿市议会议员 Dave 表示，汉密尔顿面临危机，虽然燃油附加税不足以覆盖市议会的全部交通开支，但依然是不可小觑的支持。汉密尔顿市议会的议员 Rob 也认为开征燃油附加税是正确之举，不过他认为不应该仅仅收税，还应该考虑在地税的 GST 上进行返现。而汉密尔顿市议会的议员 Paul 则认为，汉密尔顿人可能会在税务上受到双重打击，他原则上支持这一提案，但表示提案似乎有仓促起草之嫌，他还需要更多的信息。目前提案需要解决的风险之一是避税，人们会跑到相邻地区的加油站加油，议员们也需要弄清楚汽油和柴油的附加税标准是否相同。根据最新研究显示，新西兰老年人的资产多元化程度不高，而这一点直接导致大多数退休人员在退休后的10年当中将耗尽积蓄，改为依靠国家退休金度日。专家建议，退休之前应该听取更多的财务建议，提高自己的退休收入。Financial Service Council 表示，这项研究显示，退休后将依靠财产和养老金度日。平均来说，退休人员认为他们每周需要655纽币才能过得舒适，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可支配的金额只有437纽币。首席执行官 Richard Klimp 表示，对于那些没有自己房屋的人士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缺口。退休人员所拥有的财产总价值约为6323亿纽币，半数受访人员将预计出售自己的房屋换取生活费，其他收入来源还包括银行储蓄、股票、KVSaver 或其他类型的退休基金。 Klim 表示，调查结果显示，许多退休的新西兰人都面临着严峻的事实，这不是过度消费的结果，而是表明在退休之前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咨询，这样人们就会在不定期停止收入来源后，发现自己可以依赖资产组合的有限来保障晚年生活。他说，许多新西兰老年人后悔没有听取更多的财务建议，提高自己的退休收入。对正在工作和规划未来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新西兰航空的梦想客机发动机一周出现了2次异常，因此有部分航班受到影响。近期有乘坐纽航出行计划的人要提前确认自己的航班是否受到了影响，提前做好出行预案。本周早些时候，新西兰航空一架航班号为 NZ99 飞往东京成田机场的客机发动机出现问题，机师为避免发生其他意外情况，决定关闭其中一个发动机并且返航。
第二次异常出现在本周三，一架从奥克兰飞往阿根廷的客机起飞没多久，发动机就出现了问题，被迫返航。发动机的制造商 Roll Rossi 表示，波音机787-9客机上所使用的 Trent 1000系列的发动机维护时间比预想中来得要快。新西兰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两次事件展开调查，而在12月7号周四到10号周日期间，有不少航班将会受到影响和延误。本周三，新西兰警方在惠灵顿进行了一次毒品犯罪抓捕行动，三名男子在行动中被捕，而警方在行动中缴获了1公斤可卡因，预计市值为50万纽币。本周三，新西兰警方有组织犯罪行动组在惠灵顿进行了这次针对地区性毒品交易的打击行动。他们在 Lower Heart 地区逮捕了三名男子，两名分别年龄位于20到30岁的哥伦比亚人，以及一名50岁左右的马来西亚人。警方相信，这三名男子从海外进口可卡因后，在本地分散出售这些毒品。这三名男子周四到惠灵顿地区法院，他们以持有并向他人供应卡可因为罪名被起诉。在行动中，警方还搜查了一些位于 Hutt Valley 地区的住宅，并缴获了350克可卡因。警方负责人表示，这次行动充分展示了警方积极打击有组织毒品犯罪的决心，努力为社区和居民营造良好安全的生活环境。他还表示，在进行庭审之前，警方不会对这三名男子是否与南美洲毒品集团有联系而做出评论。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NZ。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 TV33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TV33 关注互动微信号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再会。From the resin of the tree to the hive of the honeybee, nature has created a powerful immunity product. At Comvita, we've pioneered a quality standard which we've called PFL. This mark guarantees the potency of our propolis products. Every dose contains an optimal level of bioflavonoids and other complex antioxidants. It's a wonderful natural protective system and such a powerful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immunity for you and your family.When it comes to planning a healthy baby, both you and your partner have got a role to play. For women, you'll need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nutrients well before you find out you're pregnant. That's because by the time you find out you are, your baby's vital organs have already started forming. So take Allivit with iodine. Only Allivit's proven to reduce the risk of neural tube defects like spina bifida by 92%. He should take Menovit because it's a unique supplement for men formulated to optimize sperm health. Allivit and Menovit. What a great couple.当你的房子想改换面貌时，请找 Resin， 让你节省 GST。Resin 的高级油漆、涂料、壁纸以及粉刷用具 ，GST 省钱大促销就在 Resin。做房地产中介已经5年了，从默默无闻到连续成为分行第一、全国前25名，我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用心，秉承初心。我是问郭，您用房。我用心。黑色瞳孔洞见人间百态，乡音婉转道尽世间冷暖，人与自然一定要给他一份礼物的话呢，我想这个礼物一定是来自大自然。人与动物知道他在这里也就有一种安慰了。人与文化，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说的话，咖啡是作为一种时尚品，咖啡是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故事。人生要把自己的时间开始安排，是我希望把我的生活安排，就是说有成就感。新西兰大型华人纪录片《人物志》，中西融合，亲情献映。